借力断促稳健，以掌法为主，多用按劲儿，刚中带柔，刚柔相济。下面请少林寺30年代武功总教练师德根大师的俗家封门弟子王锡前先生做小红拳套路示范。小红拳套路动作的运行路线是直来直往，进退起落转侧均在一条线上，而且一拳一掌都要求臂部处于微屈状态，即屈而不屈，直而不直。在攻防运用上，善打近身战，充分发挥身体各关节的作用，其技法采取虚实并用，声东击西，出手要求稳、准、狠、急，力量运用要灵活而富有弹性，讲究身以滚而起，手以滚而入，身进脚手随，上下合一，力打击点。